尸体还没浮起来吗？是，50多公尺的悬崖掉下去，应该是没希望了。我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。我现在一点也不特别了。你就像花生那么小，可以随时放在我心里，但总觉得你心里没有我。爱上我好吗？下周二晚间8点，大力女都奉顺，精彩大结局，东森戏剧台。